的观众收看由9999黄金专家孟君元独家冠名的大型综艺游戏节目《黄金一百秒》。节目开始之前，要问电视机前的您每一位观众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接下来的一百秒我给您，您会用什么来表演，来征服现场的观众？不要把这个问题当成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也许从明天开始，生活的一百秒就属于你。我们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但是还有一句话更为重要，那就是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们今天的挑战者，你们准备好了吗？有请杨帆。好的，嘉宾，我们全部选手都准备好了。在我们的前方呢，是一座传说当中的黄金舞台，而我的身后都是非常优秀的各位选手，还缺一个契机，就是在我们的舞台上站满一百秒。你们有信心吗？好的，亲爱的朋友们，节目现在开始。我喜欢你每一次的状态，你每次的状态都是感觉你已经准备好了去冲击那个黄金舞台。对，可是每一次都不给机会。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可能还没有准备好，那我希望我们的选手都能够准备好。好的，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即将登台的每一位挑战者将面临怎样残酷的规则。这里是黄金一百秒，在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展示任何才艺。你需要面对的是现场所有的观众。如果一百秒内反对率达到50%，你的挑战失败，你将直接在舞台上接受最残酷的惩罚。如果在一百秒内反对率没有达到50%，恭喜你挑战成功。你将有机会进入第二轮去冲击由9999黄金打造的纯金奖牌，你准备好了吗？所以当电视机前的观众，您看到现场的观众拿起投票器在投票的时候，这不是加分，而是表示他们对这个表演不喜欢。如果您觉得您坐在家里看我们的节目没有那种参与感的话，这样我们的屏幕下方还有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预测正确的话也将获得精美礼品。这里是黄金一百秒，用一百秒证明你自己吧。来，第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是袁泽。俺们这吃不胖组合，我们穷开心，虽然很能吃，但是不长肉啊。就是想吃胖都不行，苦恼了。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吃不胖吗？这个是有诀窍的呀。哎，不要说，他们不支持咱们，咱们就不告诉他。吃不胖组合，有请高山袁泽。拿着话筒，这边是。我们节目的规则是16岁才能报名，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啊，你是过了16岁了。嗯，我是重点提问女生，结果你恰好是没有过的。对，你说错了。你多大？我今年才16。哦，满了16了。我们要求是必须满16。啊，过生日了吗？管了啊，那满周岁了，可以来了。他长得有点着急。刚才短片你吃了几盒？我俩一人吃了6盒。你知道来中央台录节目，每一位工作人员，我跟你杨帆哥哥一天才一盒。对呀、啊，你一顿吃6盒。我俩待遇好。不，这还是导演安排的。其实平常吧，我们吃的比这还多。太多呢？那能吃多少啊？最高记录？哎，就是有一趟吃的，我们就可以吃一趟。你是走哪儿空了是吗？对呀。啊。就是。而且还吃不胖。吃不胖。
真的是由于吃不胖才起了这么一个组合的名字是吗？是的。是的。哦，你知道你们这个组合名多招人恨呢？让观众猜一猜，他们俩尽管刚刚16岁满了啊，但是他们俩是老搭档，你们猜他们俩是什么样的搭档？什么样搭档？两个人的搭档，这种造型吃盒饭的搭档。你二人转搭档？我告诉你，你为什么要猜二人转呢？是这个很这是像唱二人转的那个服装吗？而且我们这个小伙子流露出一身非常洋气的二人转的气质，很憨厚啊。对，你们俩为什么吃不胖？回到你们的主题。这事儿吧，先不能告诉你们，等我俩晋级了，一定会告诉你们。你们两位是我们今天第一位选手，希望你们能够表现好这100秒，好不好？好。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大声说，1、2、3。是金子总会发光。吃不胖组合，黄金舞台，属于你们，祝你们好运。吃不胖组合，祝你们战够100秒，计时开始。100秒看起来很短，1分40秒，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其实很长很难。来，第二位挑战者，你在哪里？王梦娇来自河北，今年是大二学生，我的特长是舞蹈，喜欢唱歌，我是第37届国际比基尼小姐大赛中国总决赛亚军。掌声有请王梦娇。哇哦，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他其实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反差，因为短片里面他说他是比基尼模特大赛的亚军，所以我们一想可能应该是很小小型的。你这是职业模特的身高，你的净身高是多少？我净身高是179。179，那也是职业模特。对。然后你高跟鞋有多高？10厘米吧。10厘米，那就189。杨帆身高有多高？我181。啊，181。就我现在这样说讲话像吗？像我说还是挺般配的。180了，我就往多说一点点，这也容易露馅哈。咱让这姑娘给咱们抖一段好不好？既然都获过奖，对啊，自己想秀就明说。来，掌声有请杨帆。搭档吗？好。最后的造型很关键啊！来，5连拍啊！来，5连拍，准备好，预备，1、2。
三、四、五。因为杨帆一直有做模特的梦想，但是男模1.81米好像稍微会有点吃力，对吧？嗯，对。我冒昧的问一下娇娇，如果男模还不到1.81米，他有机会走秀场吗？哎，应该是没有的。那你愿意给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机会吗？我觉得如果这个人是佳明老师的话，我就很愿意。我给你示范一下专业该怎么走，就这一节就行。好啊。哎，哎，那我们俩一起，我是男模的搭档是要稳，大家可以忽略身高啊，咱们就走到这个圆台这儿。嗯，姑娘，你可以蹲着点，没事。来，我们来点配合的音乐啊。好。我什么意思？走啊！亲爱的朋友们，吉时已到，现在新娘挽着父亲的手，缓缓地来到节目的现场。感谢父亲把女儿今天带到新郎的身边，新郎要说声 thank you， 谢谢。你也，来，不过。这个孟娇，说实话啊，因为我做了10年模特大赛，其实你来挑战黄金100秒，我会多少有点担心。我记得当年模特大赛有一位评委曾经说过一句话，嗯，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模特在台上说话。其实呢，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打破佳明老师你这个偏见的。你觉得这是一种偏见？对，这是一种偏见。嗯哼。其实模特也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只会走台，我们也有很多就是生活呀。像很多模特就是也能唱歌啊，也会跳舞啊，对啊，我相信也有很多才艺。100秒的舞台，证明给爸爸看，你是最棒的。好的。说到做到，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来，孟娇， yeah， 登上属于你的黄金舞台，有请孟娇。希望你站够100秒，计时开始。去两档的侍卫，脚下踩着玫瑰，回应一个吻叫安慰。可怜，像春冬的音乐，小云们怎么成眠？不知名的像谁？美的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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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怎么个意思？这词儿都没记住吗？这里是黄金100秒，我们给你100秒的时间来证明你自己，来展示你自己，但是你要用心。来，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大家
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枣庄市山顶区水泉镇长堤峪村的一个村民，我的名字叫张月桥。我希望呢，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的家乡，来我们这里旅游，来我们这里收购我们的土特产山楂。掌声有请张月桥，有请。不用发了，别讲了。过去我们在传说当中都听说过天女散花，今天有天女散渣。山楂，谢谢。这是我自己家里种的。这是你自己种的吗？谢谢。这是我自己种的。纯天然。纯天然，绝对没打过药。口感好吗？啊，你问我吗？我这样。很鲜，很甜。表情就一点就不能支持我们的选手吗？不，这。很好吃了，很好吃。其实我特别喜欢。这是开胃的。我最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吃酸的。就是这种酸才是山楂的最地道的味道。对对。你要真是，哇，真甜，大家都来吃吧，你就在骗大家了。哎，那你拿一个筐拿这么多山楂，今天来到黄金一百秒。你要干嘛呀？我主要是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我的家乡。我呢是来自山东省枣庄市山顶区水泉镇长堤峪村的村民。我是种山楂的。今年呢我们那里收成不是太好，我希望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我的家乡，去我们那里去收购购买山楂，帮助我们农民致富。您是来做广告的是吗？啊，不是吧。如果杨帆成为你们村山楂的代言人，你乐意吗？我太乐意了。真的吗？对了，公益一点劳务都没有吗？我没有钱。有钱啊？没有钱。没有钱。没有。所谓叫公益，不能给钱，随便吃。对，这个可以。随便吃。随便吃。随便吃，都给你了。吃多少吃多少。都给你了。都给我了。对。那我这广告得做吗？来。我做没问题。我来现场作为代言人就可以展示一下了。朋友们，曾经。吃自助餐的时候，有一整筐的山楂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的珍惜，直到服务员撤下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枣庄山楂，纯天然，水果味儿，一口气儿上五楼，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谢谢。谢谢。一百分，非常棒，非常棒。但是叶桥，我们帮了你的忙，但是我们也希望接下来一百秒能够看到你精彩的表现。行。因为只有种山楂的人是快乐的，山楂的那个味儿吃在嘴里也才是快乐的，也才是幸福的。是。好吧。好。你有信心？有。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山楂总会卖出去的。说得非常 好，谢谢。来，叶桥，谢谢，登上属于你的黄金舞台，谢谢啊。叶桥，希望你站够一百秒，加油，计时开始。小小小小鸟，
谢谢刘师。非常非常棒，这样一个漂亮的9999的黄金项链送给你。我还没戴过呢。你从来没戴过吗？没有。亲爱的朋友们，吉时已到，今天佳明带着山楂来到了婚礼的现场。老婆，为了村里的山楂能卖得更好，你理解我，我也要为村里的山楂做点什么，这该属于你的。不好意思了，我代表观众给你戴上，值得拥有。哇哦，一切为了山楂。谢谢李老师。是吧？谢谢杨老师。继续加油。谢谢大家，谢谢。我想说，电视机前的您可以为自己来，可以为村里来，可以为家人来，只要这一百秒你证明你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相信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会支持你，而且杨帆佳明会给你打免费的广告。没错，坚持到底。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的大大小小组合，我是大大谢红金，我是小小谢红维，我们是双胞胎哦，有点不像哦。3年前我们顶替我们父亲在闽剧团里面的工作，现在我在闽剧团里面担任演电子琴师，我是杨琴师。我们由幕后转到台前呢，希望在这边得到大家的认可哦。掌声有请大大小小。二位好，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双胞胎哎，对，啊，我是大大谢红金，我是小小谢红伟，我们来自福建，福建哪里？福建霞浦。你们为什么要来到黄金一百秒？啊，我们这次从幕后转到台前，就是来舞台上面展示自己、哦。你们觉得在幕后待得很无聊了啊？所以你们自己准备了节目，要通过我们这个舞台，从此走到台前。是的。哇，不错，很有梦想。有没有信心？有。是金子，总会发光。你看，哥哥又不默契了，再来一遍。是金子，总会发光。来，大大小小登上属于你们的黄金舞台。好可爱哦！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能够从幕后走向台前。好好把握你们这一百秒，也许真的你们就会从幕后走到台前，希望你们俩站够一百秒，计时开始。
西，哇！说实话，我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觉得一百秒钟原来这么短暂。私人问题啊，男生可以问，现在谁有女朋友？我。你有啊？对，这个送给你。啊，谢谢。我早就说你应该说有嘛。哦，下次马上，你今天表演完了，马上就会有了。好，但是我确实没有，这个应该给哥哥。这个应该给哥哥啊。对。表现得非常棒，谢谢。传统跟现代在这一百秒里面出神入化，来，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大家，来准备一下，再加一百秒，谢谢。来，我们期待下一位更加出色的挑战者，你在哪里？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景轩，现在是一名专职主持教师，像央视的杨帆、佳明，哦，当然都不是我的学生，但是董卿老爷也和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的学生也可以和他们一样出色，所以杨帆、佳明可要小心了。掌声有请张景轩。你真是教主持的老师，这得对得起大家对吧？那谁是你的学生？有没有在电视台工作我们见过的？哦，我的学生现在比较多。那其实谈到这个工作呀，还有点早。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学生呀，最大的今年刚毕业，小学毕业。啊啊，那咱们小的就别说了哈，小的今年才四岁。啊啊！你是教小朋友主持？小，你现在有多少学生？景轩，现在学生呀，将近百人。教小朋友主持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呀，就是向前辈学习啊。那比如看一些咱们知名主持人的一些段子，对吧？那你觉得还有需要你的必要吗？啊，我如果你教他们就是看前辈的主持，对，得从中引导。你看，比如说像看帆哥了，对吧？确实应该借鉴，就是为了反面教材，对吧？什么？少走弯路，对吧？哎，没事，我这得学习，这得引导。要不你看现在这么多节目，小朋友看了之后，他不知道哪个好的，哪个坏的，对不对？张老师，是金子，总会发光。来，请登上属于你的黄金舞台。张老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希望你站够一百秒，计时开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电视连续剧《新还珠格格》。阿珂，你说到底是为什么？你说嘛！你听我解释。我不听。你要听，因为我要和你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你好坏！阿康，你别过来，等我奔跑过去。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你说，在这个舞台上，谁才会笑到最后呢？让我来告诉你，你有本事讨厌我，你有本事支持呀，别躲在下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笑。你有本事讨厌我，你有本事支持呀，别躲在下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笑。你有本事讨厌我，你有本事支持呀，你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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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乖乖的听话。你有本事讨厌我，你有本事支持呀，别躲在下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笑。你有本事讨厌我，你有本事支持呀，别躲在下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笑。Thank you.
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这个舞台上要想站够一百秒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要请出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嗨，大家好，我叫黄新运，是上海人，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刚下飞机来到北京。啊，对了，我先不跟你们多说了，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呢。姨妈，快点快点快点！妈妈现在已经在北京了，你要在家里乖乖听外婆的话，为妈妈加油哦！掌声有请来自上海的黄新运。你好，黄新运。你好，十六个月大的宝宝的妈妈。是的。刚才那个是儿子还是女儿？我是儿子。是我的儿子。啊，对。你这两句话都显得很多余。其实我是这样理解的。嗯。哎。那宝宝有没有跟妈妈离开过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所以说我非常非常的想他。宝宝，他会看我们的节目？他会看。宝宝，你要看妈妈哦，妈妈会好好的表现给你看的。你这一句话说完，我也不敢看你了。给大家介绍一下，黄新运是来自上海的一位快乐的 DJ。让人更加感动的是，他的妈妈是上海的第一代出租车司机。对。哦，向你致敬。我要向我的妈妈致敬。嗯。因为我的妈妈在差不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就开了出租车。我觉得女人说实话其实干这一行很辛苦。不辛苦。嗯。因为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乐趣。我能帮我们问一句，开的还是同一辆车吗？不是。其实如果还是开妈妈那辆老爷车，应该在上海也是一道风景线啊。对，应该是很拉风的一件事。你是怎么受到妈妈的影响，也是这样叫做女成母业？对，女成母业。因为我从小在念书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开这辆车了。那时候我觉得她天天接送我，很拉风，很开心。拉风。对，然后呢，慢慢的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自由的职业，渐渐的我就喜欢上了，我觉得也很好，因为也有当中的乐趣在嘛。那比如说今天我打车，我心情不好，我失恋了，你会怎么安慰我？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信吗？我肯定不给你钱。开玩笑了，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分手的时候换一个心情，那个也是很快乐的事。对，不要沉浸在那个悲伤的心情当中，人要往前看。对，所以看起来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我们看的比较单调的职业，对不对？一天在路上，但你就是靠唱歌声让你的工作变得丰富多彩。对，让我觉得希望就在前方。所以你今天要把这种快乐的心情传递给大家。是的，让大家来感受我的心情。而且你的宝贝也在看。是的。妈妈要加油哦。我们的口号喊出来。幸运是君子，总会发光。请上将属于你的黄金舞台。黄新运曾经开个玩笑说，一百秒对于他这个职业来说，跑个起步价都跑不到。对，希望你好好把握这一百秒。计时开始。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I was strong, and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So my old back from that space. I just want to keep you by the way. 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已经把现场的热情点燃了。I sh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a key, but I don't know. In just 1 second, you'd be back upon me. Go on now, go. What kind of dog? Just turn around now.To the welcome anymore, and to the one who tried to hurt me, whisper by your feet I tremble. Did it bring you late on the night? Oh no, the night I whisper by. Oh, as long as I know how to love, I know I stay alive. I got love my life to live, and I got love my love to.
我急于想把我自己的心情表达给大家。太有魅力了，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意，一把钥匙，金钥匙。哎，对了，我相信你的宝宝在家也会看电视啊。对，话要对他讲吗？我在这里非常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老公，我的宝贝，想说一句话，我爱你们。好了，很优。挑战还没有结束啊，还有再战一百秒，来，掌声送给这位来自上海的快乐的辣妈。谢谢谢谢。好，非常好的榜样啊，来自上海的快乐出租车司机，我们期待着下一位选手你的表现更加精彩。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我是来自辽宁的选手吴玄喜，舞台上，我是一名摇滚人，我有一颗摇滚的心。我不追求狂躁的音乐，不羁的表现，我的内心感情在歌声中完全释放。请聆听我的内心世界。多少人笑着。全满含泪滴，掌声有请吴玄喜。不是，嘉明，您没有看见我这个辽宁老乡穿的，好时尚啊！摇滚歌手应该嗨一点。不，摇滚我倒没太看出来，我觉得你在打扮倒很像杨坤。谢谢。无所谓那种感觉，你会吗？嗯，会。给的啊，吴老师，您的年龄会是个秘密吗？我今年61岁。哇哦！啊，谢谢谢谢，我爱你们 ，I love you，I love you。哇，你好，大家知道为什么吴老师61岁要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吗？因为他对现在中国的摇滚界非常不满意。其实摇滚乐不是外形的，并不重要。我不喜欢那种外形，你看我这种非常帅气啊，就是不符合摇滚歌手的那种形象。那你给我特别阳光，但我可以唱出摇滚的沧桑。你给我们滚一个，来来摇滚。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一无所有。我觉得摇滚嘛，是唱的是男人的经历。哎，我就有这个经历。你看，嘉明老师哈，西装革履的，但是我觉得你这身衣服下。有一颗摇滚的心，摇滚，摇滚不摇滚，我不太清楚，我觉得它跟摇肯定没关系。您这样说我很难过，你为什么跟我老婆说的一模一样呢？我每次只要一听到歌一摇，我老婆说滚。您心目中理解的摇滚是什么？我觉得摇滚哈，就是给人一种励志、拼搏。向上，这就是我的摇滚精神。我要用我的歌声，我唱歌的时候，把我的心扉完全打开。哇哦，嘉宾，你知道真正的歌者是不需要在舞台上用语言来解释什么叫做歌，什么叫灵魂，什么叫摇滚。对，哦 ，yes，yes，come on，come on，来。
理解。我要拦着你们，你们接下来要互相咬了。来，谢谢吴老师，谢谢观众啊，是金子，总会发光。有请，好，登上属于您的黄金舞台。吴老师，向您致敬，希望您唱够100秒。谢谢，计时开始。相当熟悉的旋律，你找个理由让我平和，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风好冷，别说是时间把你我转了，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尔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他还看歌词啊，这是歌词吗？我好累，他在看歌词。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是要几位也比我。黄金100秒，我们寻找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张思安，今年16岁。在过去的16年里面，我一半的时间都在跳舞，另一半的时间都做着同样的梦。梦里面我20岁，那时候我是全国舞蹈界的前6名。相信梦想一定会成真。16岁都到了，20岁还远吗？掌声有请张苏安。以前有一首歌叫《16岁的花季》，没错。看你那个小片里的自白，让我想到了10年前的我，也是16岁吗？我许下了生日的愿望。我要成为铁岭第三。所以您今年26岁。啊，对，我说的是7岁。我很好奇，你做梦20岁的时候，你是舞蹈比赛的全国前6。这前6是怎么来的？对啊，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吧，它就是说过了半决赛就是直接取前6了。哦，对，第一不行吗？像个汉子似的。感觉距离还有点远。你真笨呐、啊！你干嘛非全国第一啊？你们家那学校男生里面第一不就得了？那也得要第一啊。差不多了，没。所以你明白了吧？在生活中，交朋友很重要的，对不对？你看，我们是鼓励你前6继续往前冲，到这儿是从全国震成全家全村了。其实前6不重要，因为你才16岁。不断的在每一个舞台和机会上去证明你自己，好不好？好啊，是金子，总会发光。来，加油，加油，登上你的黄金舞台。计时开始。哦哇 ，Justin Bieber， 哇哇哇，哎，他有那种帅气哦。哦哇。
first love. There was nobody that compared to my baby, and nobody came between us or could ever come above. She had me going crazy. 她还有表演天赋。She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bucks. She made my heart pound and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c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挑战成功。特别感慨，年轻真好，这时间多快，这十六岁五年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嗯，你很棒，你为妈妈赢得了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孟静媛的项链，这是你自己靠你自己赢得的哦。对，来，现在通过电视先送给妈妈，说什么话？妈妈，你辛苦了。真可爱，还有再战一百秒，我们期待你继续给大家带来眼前一亮的表演，好不好？好好，来，加油，苏安，掌声送给他，加油。这里是黄金一百秒，我们期待着你的参与。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请问你在哪里？你在哪儿？人生能有几回搏？今日不搏，何时搏？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省海城市的相声演员赵广群，当了七年村长，说了十几年相声，我的人生信条是黄瓜必须拍，人生必须嗨。掌声有请赵广群。赵村长你好。在我心目中，村长是全世界最博学的人。您是当七年村长在前，还是说相声在前？说相声在前。就是你说完相声以后去当村长。对，他的优势在哪里？优势就是我比较能说，而且讲道理。我是辽宁省的一级调解员。为什么要来挑战这黄金一百秒？能够参加这个节目呢，我的父老乡亲们，我的亲人家人们都会看见我。好，我们有一句口号，是金子，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来，加油，请登台，黄金舞台，属于我们的赵村长。赵村长，祝您战够一百秒，加油！计时开始。为大家演出啊，非常的高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相声大家都熟悉，讲究四门功课：脱鞋就唱，不是，说错了，说学逗唱。但是要论脱鞋脱得好的，得数小品演员黄宏老师。黄宏老师讲话有特点。从海南岛到吐鲁番，到北外界石天山，今天到这儿来脱鞋，希望大家能喜欢。感谢大家捧场，我呢接着再讲，既然这么欣赏，那还不那鼓掌啊。有点意思啊、哦、今天呢不是模仿秀，是我的单口相声。但是说实在话，我歌唱的最好，而且有个绝活，改歌。齐秦老师有首歌叫大约在冬季，我给大家唱一唱啊。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来，掌声啊！来，那改歌，我把这首歌改了，改成河南小调《编花篮》，大家听得特别有意思啊。哦。轻轻的，我将离开你呀，请将那眼角的泪拭去。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说大约会是在冬季，大约会是在。动机啊，还有嘎调，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多赞。这
里是黄金一百秒，我们给全国年满十六岁有梦想的观众提供一个也许很短暂，但是确实很黄金的舞台，给你一百秒来展示你的魅力，证明你自己。我们寻找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大家好，我叫梁晨，今年26岁，来自北京。从小啊，我就特别喜欢打篮球，我每天都和他在一起，因为我太爱他了。掌声有请梁晨。梁晨，喜爱篮球。对，我太爱他了。你打的篮球好不好？就像我刚才短片里说的，我换了一种方式去接触他。那我换了这个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接触他以后，我发现就像我说了，就像我一上时说的，我说他是我媳妇儿，我感觉我爱上他，我每天不能没有他，他每天都不能离开我的身体。一会儿看表演就明白了。因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哎，上台。玩够一百秒，梁晨，计时开始，加油！哦，相当熟练啊！观众好像有点耐不住了，没有让我眼前眼花缭乱是吗？感觉啊。请出所有第一个环节闯关成功的选手。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君元独家冠名的大型综艺游戏节目《黄金一百秒》。此时此刻，现在站在舞台上的是在我们第一个环节顺利站够一百秒的四位佼佼者。不过接下来只有三位能够进入我们最终决胜环节，再战一百秒，那就是在第一环节里面观众支持率前三名的三位选手，第四名将会离开我们这个舞台。支持率第三名的选手是，哦，会是谁呢？大大小小，恭喜哦，可以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恭喜恭喜。支持率第二名的是，啊，山楂妹张月桥，恭喜张月桥。那么最后一个名额究竟是属于来自上海的快乐滴姐黄新韵，还是刚满16岁的舞者张苏安呢？哦，这位幸运儿的名字也是我们第一环节观众支持率排名第一的，他就是黄新韵，恭喜黄新韵。美丽的上海的女司机，继续加油！不过我们要感谢
酸的精彩表现。酸哦，不要觉得遗憾，秒你将会获得由9999黄金专家孟君元提供的礼品。当然如果站不够也会在现场接受我们残酷的惩罚。对，是赢是输都上来感受一下。我想问哪位观众想上来挑战一下呢？100秒计时开始。一个忧伤带来一个痛苦，又一个安稳，寒风飘雪陪我度过那一个漫长夜。似曾相识啊，真心一个真心付出，有点紧张。真情高高挂在我心头，望着晴朗往晴，我用真心写出你的柔情告诉我。谢谢，谢谢你的参与。计时开始。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一个少年。会不会稍微有点太卡拉 OK 的状态了？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一个未知天。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双眼，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会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100秒计时开始。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自古般的心。我觉得他似乎把北京人唱得太惨了。我在这里祈祷，也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谢谢我们现场热心观众的参与，不管成败你感受到了我们舞台的魅力。没错，这个时候要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在看我们第二轮比赛的时候，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您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支持您心中的那位黄金选手，您预测正确的话将会获得精美奖品。好了，再战一百秒即将上演，只有三位选手有机会获得那一枚9999纯金打造的黄金奖牌。首先出场的是张月桥，有请。100秒计时开始。18弯，他敢挑战这首歌。
张月桥，谢谢。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福建的大大小小，有请两位兄弟。哦，换衣服喽。100秒计时开始。还是这个套路，延续这种风格。掌声有请黄新韵，有请新韵。好，美丽的上海女出租司机，她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100秒计时开始。收看的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独家冠名的大型综艺游戏节目《黄金100秒》，现在是大结局的时候了，谁能带上这块沉甸甸的由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提供的纯金奖牌呢？决定权在现场观众手里，投票的序号就是他们刚才再战100秒的序号，1号张月桥。2号大大小小兄弟代表，3号黄新韵。嗯，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喜欢谁就投上谁一票，请投票，请投票。
哦，我们的山楂妹张月桥，大大小小组合王新运，很难。杨帆，现在我们的电脑正在统计最后的票数，我知道压力在你身上。大家都知道，勇敢的杨帆现在会成为全国观众的代言人，因为在我公布结果之前，他将登台去和他喜欢的这位选手同呼吸共命运。掌声给杨帆，加油。太难了，张月桥会是你吗？不会啊。黄新运会是你吗？大大小小，我不知道你是大大还是小小。我是小小。我真的一般我会选择异性，我觉得作为男性我可能在最后我会支持他，但是你关键我猜输了，我真掉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对不起，请允许我自私一点。我觉得每个人都很精彩，每个人在舞台上发挥出了你的100%或者是120%，但是我认为整场下来不光具备实力，故事感动人，而且极具艺术造诣的，我觉得就是我大大和小小。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错，但是我愿意相信你，兄弟。好的，杨帆最后用自己的行动选择支持大大小小组合。来，你往那边站在小小旁边。他相对比较瘦一点，即使掉下去压我不会很疼。现在，请允许我代表现场观众宣布再战100秒，也是本场黄金100秒的最终结果。我首先揭晓的是观众投票排名第3的选手，他将首先离开这个舞台。他的名字叫黄新运，谢谢你的参与。见的大大小小，以及我们可爱的来自山东的山楂妹张月桥，现场观众最终把最多的喜爱的票数投给了，现场观众最终把最多的喜爱的票数投给了。说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是金子，总会发光。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期待你的挑战，下周再见。闪闪闪闪闪闪亮。